咱们继续讲绝版孤本。中炮队屏风马，下面黑方走得很含蓄进士，红方采用五七炮，然后进象就非常明朗了，也是弃马局的范畴。因为进了象，这个马反而失根了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勾引。十位公园大爷有八个选择压马，那开局得子不香吗？对不对？黑方平炮准备打兵打死车，车左右无路可去。如果脱离险地，这是第一种选择，就打兵打车破象，然后薄边就形成了出将之势。所以红方平帅避其锋芒，黑方就进炮，这是吊杀，进车就杀棋，所以红方退炮。下面红方进车捉炮，这是先手，因为炮在这里隐患太大，红方想通过捉把车调出来，但是民间手抄本号称野路子大全，走法暴力，直接弃车攻杀。当然红方不敢杀车，一招毙命，所以只能进帅再来一下，然后炮将。红方只能走炮架，怎么走无所谓，因为下面黑方都是弃车攻杀，红方无奈只能含泪杀车，然后一招毙命。好，咱们回到节点，那退车不敢趟是吧，打了象就搂不住，所以第二种选择就是退马，不给你当炮架。红方进炮很明显准备上马，所以给按住，那也还行，把卧薪马盘出来。黑方进车要砍象，再进车准备平车吊杀是吧，所以一旦平车只能进士，炮打士还是杀，所以这个时候红方要立刻马上进士阻断车路，黑方就退车申请闷攻。那红方要解杀，进炮一将在薄边，下面出车还是小事啊，这个进车一将只能退士，平车一锁就是绝杀无解，所以红方抓紧平帅。所谓单车寡炮瞎胡闹，红方感觉把你这两个组合隔断了，你能咋地，对不对？但是黑方一将，然后怎么走，谁能告诉我？哎，弃车攻杀。退车一将在平炮，绝杀无也。好，咱们再回到节点，红方经过缜密计算一拍大腿，我可以进炮保兵啊，
对不对？黑方也进炮，还是要打兵，红方一打再来一个，还是打死车炮底象，所以红方只能退马。下面进车别住马腿，就要炮阵无子。问题来了，红方不敢走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走兵，这个车比窦娥还冤，打死了，所以抓紧把车脱离险地。黑方炮阵当头，就要砍马，然后进车。这个时候红方能不能对车呢？把这个车一对，攻势就化解了。但是如果退马，黑方是弃车攻杀，一平车绝杀无解。所以当前局面，红方要立刻马上把车调出来，黑方就进卒，防止红方退车捉炮，这样可以生根。但是红方一看可能都笑了，这个时候可以对车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黑方一样看相，还是敢杀车，一平就绝杀。但是红方可以退车砍炮啊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黑方一平车，红方眼泪都下来了，喜极而泣，就是高兴啊，把你的炮一砍，攻势荡然无存，因为你进炮杀没有了，我马活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红方多两个大子，黑方没有强大攻势作为补偿，必死无疑。一副好牌打得稀碎，走的什么玩意儿啊？但是什么呢？黑方弃车攻杀，红方无奈只能含泪杀车，然后一招毙命。好，咱们回到主干分支，还剩两位公园大爷，一商量恍然大悟，我应该进车盯住炮，然后杀马，美滋滋，因为你的炮过不来呀，对不对？但是黑方有惊天妙手，在哪里呢？就是送卒。红方如果杀卒，感觉挺好啊，但是直接上马打车，车肯定要走啊，打了马就砍士，因为不能进士，这个车比窦娥还冤，红方就窝囊死了。所以当前局面，红方抓紧把车调出来，黑方就打，那肯定不能再到这里来，是吧？因为左右无路可去，所以打车的时候肯定要到通畅的地方，黑方就上马，然后过卒了。红方抓紧调车，黑方就再进卒。大家来看这个炮，这边是炮口，这边是车口，那肯定也不能退，打车是吧？所以这个炮已经死炮一个，那过河卒威力也不容小觑，
所以红方只能还回一个马。就说黑方得回狮子是非常容易的。下面红方平车捉炮，黑方就平炮，红方不敢打，因为蹬着车，所以进车保炮。下面就是交换，肯定是黑方大优，是吧？因为炮太灵活了。黑方的马呆板，准备下底，红方盯住炮，黑方就进车保。下面红方进兵，让对兵卒把马路打通，黑方就再来个车。那红方一看当然是进兵，然后平车捉马，因为这个车保住炮就可以捉马了。红方一看坏了，马不敢动，对不对？因为平将助攻只能进士，一打士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只能是飞象，车保住马。当然黑方也是平将叫杀，那只能进士，咔嚓一打。红方一看还不错，幸亏士有根啊，不然就没了。这样双车马对双车，怎么感觉要赢啊？但是黑方直接砍，红方无奈只能含力杀车，然后白白